那这边的话，这一手是便宜的发巾，发巾类的，包含啊兔毛啊、金发啊、绿发啊都有在里面。那因为的话，这客家部分像就很便宜，所以这个外面啊，假设这样买一颗好了，外面的部分可能也要这个两倍价格。现在发巾的部分、客家的部分也都不便宜。那到时候我们等一下就是随手抓，然后做编号，那看你们喜欢哪一组编号，你们就直接下单哪一组。那有分吊坠孔跟那个吊坠孔跟通孔的话，我会一起上，就是一起混着上啊，因为那个本身没那么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上第一组是67号，好，这两颗好了。这的话其实天然的白水晶，那所以它有些是带，有一些是茶晶。就是颜色是天然的茶晶，茶晶的部分的话有消除负面能量，像这个的话就是偏茶晶黄水晶。怎么说呢？它在原矿里面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受到那个地质影响嘛，所以产生的色泽是不同的。那像这个的话都是天然，没有烤色，没有处理的。好，那像先上第一组67号。啊，这一的话，这个切面的部分的话，这个是吊坠孔、牛鼻孔的。然后里面的部分带有金发丝，啊，还有天然的那个阿塞斯特莱的这个冰裂纹、彩虹纹。那另外的话，这个是小圆柱。那因为这个孔的话，这是后来现打的。这个孔的话，你们到时候抹一点那个白茶油的话，那个孔，这个孔的纹路就会不见了。就是你们这样子，像这样子，就是用点白茶油进去。有，刚刚孔是没对准，这应该要用那个低频啦，用那个低频用比较好用。我那个低频不知道跑去哪里。白茶油把它们弄进去的话，这个孔的这个磨面的部分，白色部分就比较没那么明显。你看这个白色面就不见了，啊，只是我现在手就会有点油油，啊，这样子看的部分就比较，这是。带金发的一些圆柱体，天然的圆柱体。那其实圆柱体的部分的话，在水晶学上面的形态上面来讲，也是有它的功效的啊，可以上网查一下。这是圆柱体，然后跟一个随形切面。那这两颗的部分的话，我称一下哦。57号这一组的话，14.55克。这两颗的话102，这两颗102，你看看这两颗在外面买会是102吗？两颗，你不要说两颗，你一颗的话，一颗的话起码外面卖可能就要250左右，那你就算买一送一好了，不用想那么多，这两颗102完全没有负担。好，这是67号。然后接下来上68号，68号的话，我也是随手抓的。68号上这两颗，这个孔道的部分的话，你再自行加一点白茶油，那孔道的白色就比较不明显。那我们抽筋看一下，这个的话带有一点，这一颗的话，这颗是吊坠孔，一样是牛鼻孔，带有点幽灵矿。手这个油是我刚刚抹的那个，用这个上一颗那个白茶油，也是带天然的阿塞斯特莱的体。那体的部分其实很干净，很漂亮的，很干净漂亮。那这个是小圆柱也是带一点发晶。然后这样这个做款的部分的话，你要做手串的部分做款就蛮好看的。这个灯光有点暗，只是因为影片会有点长，所以用 iPhone 的原生相机拍，它那个对比度就会自动调，有点暗。这样，这两颗是68号。这两颗是10.31克。这颗。这个我有扣掉这个铲子的重量了，因为要放在上面比较不会掉。我刚说几克？10.31克。这两颗的话是73块。这两颗73。68号这一组。
我过来是69号，69号这个跟这个，这带有天然的绿幽灵的幽灵矿，带有点幽灵矿。然后你看这个纹路啊，它不是，它里面这边有淡淡的颜色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淡淡的颜色，中间这边带有绿发淡淡的颜色，这个很有意境感。啊，这个的话也是吊坠孔，吊坠孔的部分孔打在上方。啊，这有点像那个勾玉的形状。那这一组的话是69号，另外这一颗的话就是切面的，像这个切面啊部分的话，它形状是很完整的，没有什么缺缺角角啊、坑坑巴巴。切面的部分是切工部分是很好的。你像这种东西，如果你要单独买这个，像这种切面的话，我卖场上有一些切角随行，就知道如果单独这样子切的话，不会是这种价格。好，客价的部分起码都是2倍以上，而且现在金发啊、发金类的部分的话，价格都是水涨船高。这颗真的很漂亮，带一点茶金，带一点绿发，然后再带一点幽灵矿。这颗啊，这个是做款的部分也好看，清清透透，带一点发金、发丝。那这一组69号的部分的话，14.65克。69号14.65克，那我这边算一下价格哦，14.6。这两颗的话是103，两颗103。这边就没有实际看尺寸了哈，就是你们大概比对一下大小吧。这个客价我这样子，其实应该要批发，应该要整手整手抓的。好，那过来是70号，70号来一个方的。再来一个这个哥良好，这个是绿发金的一个吊坠孔，这有点像青竹，有点像竹子，然后带有天然的这个阿塞斯特莱的纹路，冰裂纹是很好看的，好看，很有意境感吧。这种部分也是看意境，然后切工部分也漂亮，你看切工也漂亮，然后吊坠孔。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，它是有点椭圆面比较大的。然后像这个椭圆面，你如果要做手串的部分，搭手串的部分也是，没有，这个孔道的部分的话，加点白茶油，那孔道的那个白白的那个白线就不明显了，因为这个没有吸孔，然后去加点白茶油就可以了。像这种圆柱体，这种圆柱体的部分的话，也是蛮好看的。好，那这两个一组，这个的话是刚刚还没吸看到，金发金的。像这种椭圆柱体的部分还蛮不常见，我在批货也很少看到这种做圆柱体这种东西，切工费贵啊。你看它切完之后，它必须把它磨成椭圆形，还不是磨成圆形，它是磨成椭圆形，然后抛光，这边还有做倒角，边缘的部分还有做倒角。这边都是精工啊，都是细工，这是工厂清货的。你看这边全部都有做倒角切割，很漂亮。工的部分的话是蛮好的。这一组70号，70号是17.15克，17.15克。你们跟1块钱比对一下吧，就没有一个个量了哈。我刚刚说多重？17.15克。这两颗是120，
七十号这两颗一百二。好，那过来是七十一号。七十一号，好多哦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来。这个跟这个，一个小牌牌，白水晶清透小白白小牌牌，扇形的，椭圆扇形的，里面带一点金发。是天然的白水晶啊，这个很漂亮。你看这个里面的天然的这个气泡纹路，金发金收个做小吊坠也很好看。那这个的话是大颗的切面，那中间这个一样就是加点白茶油，它那个白色的痕迹就比较淡，因为没有孔道部分打完孔没有吸孔。这带点茶金的体，带茶金啊，那颜色部分是偏茶色的，偏茶色的，然后也是金工做切面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坑坑洞洞啊之类的，它是属于大颗的切面水型，比较大颗，这样比较起来可以吧？嗯，比对一下。那这个是12米的吧？这一串是12米的。这个做大米数的真的很好看，搭配大米的。好，那这两颗71号的部分我称一下，归零 17.54 克 17.54 71号这两颗 17.54 这两颗是123 71号是12371号123，然后不然是72号，72号来一颗这个，来一颗，对吧？这颗的话，这个钛金，这个顺发，维纳斯金发。那这个发丝从这边长，体的部分的话也是很干净，基本上都没有带什么其他杂质。孔在上面，从下往上长，比较偏黄水晶这颗，对。这个是白的，颜色部分有差吧？嗯，这个这样切面的部分也很好看，后面是平的，然后像这边都做金工的，金工切面随行的，这个加一个银扣头或金扣头就很好看了。我卖场上应该有一些银镀金的扣头，不知道卖完了没？可以搜寻一下夹扣，用那种夹扣啊，或者是真式的夹扣，这个放加一个夹扣就可以了。就可以挂了，好看，或者是用拉环线圈上面再绑一颗，再加一颗水晶的珠子，就可以当吊坠了。然后像这个的话，这一颗的话是长形的圆柱体，这个像那个山水画一样，这像芦苇。这是红发芦苇，这个体很漂亮。我这个看了我就想把它喷一喷，这有点难，没有那个小滴的，这用那个滴管这样子加进去，我比较好加。
这边现在没有。这个是72号，72号我称一下。72号是14.4克，72号这一组14.4克。你看这是天然的水晶啊，你把它放了，它会有那个放大效果。看，我刚刚说多重？14.4。这两颗是101，72号101。一颗才50块，很便宜，又好看，又精工，体又好，又漂亮，又是天然的。这价格去哪里找？这价格，这个这边卖完你就没有了。这跟那个那时候花珀一样，一整袋2-3公斤都直接跟工厂拿的。那清完之后也没有了啦。没有啦，那个水滴，那个这个，这个的话是吊坠孔，戴金发的，金发吊坠孔。这样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吧，金发吊坠孔。这体的部分真的都很漂亮。这戴黑发，黑发现在也很贵，体透的黑发也很贵，然后或者是那种满框的黑发也很贵。这个是小切面，小切面，跟1块钱比对一下吧，就这样。这一组的话是73号，这两颗是比较小颗，应该没那么贵。73号这一组的话是9克，73号是9克，这两颗63，连打孔杯都不止，打这个孔啊，一个孔1块钱人民币。打这个长孔的部分的话，基本上长的这种一颗要2块钱人民币，基本上啊，那当然量多的部分会再便宜一点啊。不过原则上打孔的费用就在那边，所以你看这样子，实际上一颗才多少钱？还有工费，工费要加嘛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大颗的好看，这个小钻石啊，小钻石。哎呀，这颗是黄水晶吧？天然的黄水晶，怎么看啊？黄水晶呢？找一颗白的来比对一下，是吧？天然的，没有染色，没有处理的切面黄水晶。啊，这是白的，这个是黄的，这不是一组的、啊，一组是这样，这两颗一组。这颗圆柱的话也是带金发，体的部分是很透的。也是很透的，然后这一颗黄水晶的部分也是带金发，哇，黄水晶带金发，体是很漂亮的，真的很漂亮。上面是牛鼻孔，你看没有黑，没有杂，没有脏，然后这么漂亮的切面，74号这两颗，跟1块钱比起来，就比1块钱大呗。74号这两颗是20.65克，这个是这两颗145，这两颗145，这个你去外面买，起码一颗就要390吧。那种一颗一颗跟你慢慢过的那个，大概一颗就要卖390。74号，这两颗。然后怪75号，75号啊，
咦，看到浇花了，带浇花的椭圆形的。刚刚有说这种椭圆形的切工部分很贵啊。还要磨，抛光，然后磨成这种形状，体的部分好漂亮哦。然后这一个里面这个冰裂纹，闪闪发光的红椒花，一抹淡淡的红椒花，像凤凰一样。这水晶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。像这种长长的，一颗顶两颗，一颗顶两颗，好看吧？嗯，对哦，这旁边再加个那个复古银花托更好看，旁边加复古银的这种花托或者是隔珠更好看。这是75号，这颗的话就不咋地，这颗不怎么样，这颗便宜漏了吧。就当做这颗不存在，你就算这颗的钱吧。这颗是，当然还是要算钱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还是要本钱的好吗？但是会算便宜一点。这两颗的话是12.33克，12.33。正常的话，这两颗也才87块，然后这颗再算便宜一点，87。78买这颗都买不到78，这颗另外一颗就当送的。然后过来是76号，76号，来一个，这两颗。这颗的话也是黄水晶带茶，然后再带哇，这个应该算钛了吧？你看这发丝多粗，算钛金了吧？这发丝好粗哦。你看这下面的发丝，真好看。体的部分的话其实很漂亮，然后上方的牛鼻孔，然后切面的部分的话也很漂亮，然后没有什么磕碰啊，缺角啊，很漂亮。哎呦，我的灯怎么没亮？这个，打灯。喂呀，这样才对嘛，喂呀，看得出来的体吗？闪闪发亮，然后跟这一颗，这颗的话体有点绵，不怎么样，还带一点那个共生矿。好，但是它是通孔的，那一样，这颗的话就会算便宜，基本上就没什么算钱。这两颗的话是76号，76号这一组的话是13.37。刚那个特的要写个特哦，有，哎，13.37，原本我是不是算错那么便宜啊？13.37，原本是九十四，那颗在特价，那就85，76号这一组是85。小店卖场金额满100块以上，不含运费就有出货，不含运费，哇，随便买一个大家啥东西就有满100，啊，这个运费也不是我赚的，是虾皮收的啊，我要满100块以上，我才能把那些包材的费用，可能才有办法稍微赚回来一点。那颗切面，那颗是吊坠孔，都带金发的。
戴发丝，照个灯，这样看到吗？看到了吗？这个发丝放大，天然的东西就是这么的有趣，百看不厌。天然的东西，这两颗都是金发，金发金发金发，聚招财，招财招财招财。9.66克，77号9.66克，跟1块钱比对一下，9.66克，看一下呗，9.66克，74号，77号，哦，77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说9.66克没错吧？这两颗68块。然后过来是78号，78号，我把来两颗吊坠好了，这个做吊坠也真好看。这个带一点红椒花，意象水晶。里面的闪片真好看，里面的闪片，里面的闪片像莲花座一样。啊，这扇形的，后面是平面的、平底的。然后这一颗的话也是吊坠孔，78号两颗都是吊坠孔哦。啊，它这个是牛鼻孔，体的部分你看很干净，很漂亮，好干净的体。很干净的体，好，好干净的玻璃体，真美啊，真美。78号这两颗都是吊坠孔，这两颗是16.52克，78号16.52克。这两颗是116，78号两颗，这两颗是116。你到时候你就写78号两颗一组，哎，再一颗这个，跟一颗这个，大的，大的通孔，椭圆的，椭圆的发巾，椭圆的发巾。拿到可能有点油，因为我刚这个我刚刚喷了那个白茶油，这样孔道刚觉得孔道有点影响到我看那个了。这发巾的体，维纳斯发巾，其实发巾分布的部分的话蛮细密细密的啦。然后另外一颗的话，这个是通孔，这个是吊坠孔。也是发巾，体的部分都很漂亮。哎，这个带点茶色，你看下面带点茶，下面带点茶色，这样看得清楚吗？下面这边比较深，对吧？下面这边比较深，比起来的话，有点渐橙色。这个吊坠啊，这个吊坠有点渐橙色。这两颗是，哎，79号，忘了把贴纸拿上来了。这两颗是79，这两颗是19.75克，79号，一个通孔，一个吊坠孔。哎，我刚说多重？19.75，这两颗是139，139，79号139，然后过来是80号，
我上一半吧，另外一半如果有要批发，有要批发打包的，我就算便宜一点。好，但是不指定不挑，如果要打包的话就我看还有多少，我就是直接称重，不挑不选的那种，而且是混吊坠孔跟通孔的混出，然后称重会比较便宜，因为我不用这边一个一个过，这样就省时间成本啊，时间成本的话要钱对不对？哎呀，如果要打包的话，就是再询问一下，就看要多重，要多少吧。哇，这颗三角形的这个发丝从底成长啊，哎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孔在上面，侧边长。这样看得出来吗？细修啊，你看这个旁边的部分，后面是平的，前面部分这边都是手工修过圆弧的。这个发丝很漂亮，这个外面你知道一颗卖多少饼是吧？然后过来一颗这铜珠，带一点红椒花，红椒花的皮在上面。好，这个到用点那个白茶油，孔道就看不太到了。这两颗是80号，10.2克，80号10.2克。72块，80号72块。接下来是81号。我随机拿的，我也不知道拿啥好，我随便拿。长筒珠，哦，长椭圆筒珠，长椭圆筒珠，金发，长椭圆筒珠，这个带星星点点的，幽灵矿的，吊坠孔。里面带这个冰裂，有点这个冰裂的。这手的话，这两颗我算便宜一点，这两颗81号，没有坑没有裂啊，没有瑕。81号这两颗是13.62克，无坑无裂。我刚刚说多重？13.62。96，等一下，我再做一下特价，89。这我说特价是真的特价，我没有加上去报，就真的是，小帮手要打人的价格。对，就真的是小帮手。我怀疑我这样子录下去，我小帮手的心这边全部卖完，我可能还付不起我小帮手的薪水。大家可以努力嘛，努努力再上下去哦，好像也不太行哦，我觉得小帮手会打我哦，等下薪水发不出来给他看怎么办。哇，这个大桶珠，这个大桶珠，这个喷的不好用，哎，回去自己处理吧。我卖这个价格，很神奇的那碗，这个油流下来，那孔道不见了，其实就是有点油，回去要擦一下。这是金发的大铜珠，金发的大铜珠，我的碧玉猫眼，俄罗斯猫眼碧玉出现。有呀，太油，太油了，太滑了。这种铜珠其实在搭是真的很好看，只是这边的话再加一点花托，就是加一点隔片啊、隔珠啊、侧轮隔片，就是会更吸睛一点。然后这颗的话是吊坠孔，切面的，也是很漂亮。只看到我的油油的指纹啊，这样子可以，这样可以。
里面带了啥呀？黑发巾，黑发，微微的黑发，我可以放大，我放大一下下。像法菜丝一样，像那个法菜一样。82号这两颗，82，这两颗其实还蛮大的，这两颗跟一块比对一下，82号这两颗，21.55克，21.55，体漂亮，体干净，151，82号151。接下来是83号，那个大桶珠做款的部分，做大咪的，尤其是做大咪的款，真的是绝啦，绝啦！再来两颗，吊坠好，这两颗都来吊坠。哎呦，这颗好大！上面带兔毛啊，兔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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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面带红兔毛，红兔毛的发根。这个就是你用个夹扣，去买个夹扣夹就可以了，买个夹扣就可以戴了，或者是用线圈拉环，上面再绑个水晶珠、哦、上面再绑个水晶珠的话，可能用圆形的或者是小圆切面的八棱的那种做搭配啊。这个是金发金的，这可以好闪哦，我的天哪、啊、真闪。83号这两颗跟这颗是真的大，这颗大，又大又美。83号这两颗是25.4克，25.4克。这两颗是178，这颗就不止178了，其实，这颗就不止了，83号178。接下来84号，84号，哦，刚那两颗都是吊坠哦，大到我的袋子都塞不下，太大了、哦。这两颗也是84号，这两颗都吊坠孔。哎呀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这个冰片好漂亮啊！发丝，金发，哇，好好看哦！天然的东西怎么看怎么美。这颗的话有点带茶，有点带茶色。这颗大的这个，诶，不对，是黄的，黄水晶，黄水晶，然后带金发，维纳斯金发，体很干净，很透，很漂亮，吊坠孔的，然后这颗是黄水晶。是吧？这个是黄的吧？黄的、白的，很大颗的黄水晶。现在天然的黄水晶很贵，贵到我真的静不下手。现在大部分很多都是热处理的，像黄塔晶啊，黄塔晶就是紫水晶热处理过的，然后就是中间有点塔形的。那很多黄水晶也是经过紫水晶加热处理的，热处理的，没有染色。
然后还是具有黄水晶的特质，只是功效上面会比天然的黄水晶再消会再降低一些。这也不是我说的，这书上水晶的书上有写，加热过的那个热处理过的水晶呢，是还是有其功效，但是就是功效上会能量磁场上面会稍微弱一点。84号这两颗跟那个一块比对一下。这个是黄白的，84号这两颗是24.19克，24.19。170，84号这两颗170，两颗170耶。这个不是普通的，是一颗都很难买到哎。再来一下这个，哇，这个也是黄发的铜珠，黄发晶的椭圆铜珠，通孔的，跟一个黑发。戴阿塞的吊坠孔的孔在哪？我在上面，我又看反了。这上面呢，你用个比如说黑色的线圈，哈，你绑个黑色的线圈，搭一条皮绳的话，我就觉得很好看嘞、欸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不用说就搭手串，我刚刚展示过好多次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编成85号？招财的，黑发挡煞的，折回来，85号这两颗是16.43克，85号16.43克，这两颗115，接下来是86号，86号还有啥呢？就这两颗吧，这颗我刚刚看了，因为它一眼看到它，因为它是一颗茶晶，茶晶天然的茶晶，没有热处理过的，无热处理，无烤色，无炒蜡，无添加，无染色，天然的铜珠，这个比较小，给它比对一下给你看。这个是吊坠孔的金发，维纳斯金发，这上面像那个宇宙上面的星星点点一样，刚好环绕在上面，真好看啊！86号，比对一下，86号这两颗。14.86克，14.86克，这两颗105，86号105，接下来87号，怎么还这么多啊？两颗。大颗的来呗，一颗通孔，一颗是通孔的，呀，一颗是黄水晶，87号，这颗是黄水晶，牛鼻孔。这颗的发倒是挺满的，清清透透的发好满，然后又大颗，切面完整，没有缺，没有裂，没有缺角，然后这个也是切面完整，没有缺，没有切角，这表面没有裂，里面的冰片，87号这两颗。
一下跟着咬，刚刚扣到它这一颗吊坠孔的 底部，这边有点小矿缺，然后会再少一点点，这边有点小矿缺，这边有点小裂，这边这个在做特价，但是它提好满哦，很漂亮，这边有点扣感，这个就特了吧，87号这两颗24.77克，87号24.77，原本174的，那就150吧。我是不是少太多了？是啊。算了。是啊。我觉得少这样子好像成本都不够。哦，我好像也赚不到20几块。算了，说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。觉得自己按错了，对不对？真是太便宜了！我刚刚说那个多少克啊？24.77克，太便宜了！我天哪！好，喂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形状真好看。好，再来一个，随便拿，通孔的。孔的一个切面，它这个发好有趣哦，就在底部的部分开始长，然后这个的话是这个形状，挺有规则的。这个是黄水晶呢，黄金呢，这颗白的，比对一下。对，这颗体好透，然后发丝从这个冰片这边开始长，你看这是白的，这是黄的，黄水晶，然后跟这个通孔的，有看到吗？这个冰片这边上面是长了这个发青。这两个我又忘了贴边好了，88号，这两颗88号，比对一下，这样88号这两颗是11.23克，这两颗79，88号79。88号79，过来是89号。89号，我看到你了。再来一个这个。红的，红椒花。透体茶色的红椒花。这个是吊坠孔。然后这个是通孔的小圆柱，5亿，你看5亿，带了一根长长的铜发，哇，刚好是上下贯穿呢，是吧？这颗很有特色，这颗两颗88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89号，这两颗89，12.06克。这颗不是白的哦，你看颜色比起来，看不是白的，这颗是白的。这我刚说多重，我称了吗？12.06克，89号，12.06克。怎么都那么好看啊，85块，又便宜，太便宜了，太便宜了。我上了几个了？我觉得我上很久了。上有20个了吧？
先这样吧，有要打包的请直接跟我联络，随手抓，称重，瞳孔跟那个吊坠孔混出这样，起码如果要批的话，可能这可能要300克起批哦，300克，因为这重嘛，我可能300克起批啦，然后但是我不用，但是我再算平一点，再就算收点运费吧，要不然是吧？你们也知道要成本嘛，时间啊、运输啊、汇率啊，小帮手要薪水啊，重点是小帮手还要拍照，你看还要一组一组拍，还要吃叶黄素，眼睛不好，年纪大了，好可怜啊我们。